不想离开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不走。怎么了？啊？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呀？接着说。你想什么办法呀？江总，让我看看你写的什么。失败的代码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陈总，你找我啊？坐。你还没吃午饭呀？本来想叫你一块出去吃的，结果看你跟大家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昨晚是不是没休息好？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跟我说说，或许我能帮上忙。我爸妈知道我女扮男装的事儿了，让我辞职。这样啊。嗯。那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？金一城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我很喜欢在这儿工作，也很喜欢这儿的人。我不想离开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不走。陈总，你之前来我们学校开讲座的时候，我有去参加。哈，陈一鸣，我的荣幸。江总，又去喝咖啡了？没有。那干什么去了？江总，你今天心情不好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说了几句话。说了什么话？我看你是闲的，跟我走。哎呀，这些都要搬到仓库啊？没错。那我叫大家一起搬，这样比较快。不用，这些都是你的工作。来，重吗？不重。他再来一下，赶紧搬，这一车完了，还有一车。